拿到这个冠军，自己也没想到，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开心。然后，意味着自己还能再打打吧。今天这种发挥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超出这种樊振东这种预料吧，因为跟樊振东打，其实近几年比赛自己也是输的多，我觉得现在也是这种下风球吧，所以今天自己也没什么这种压力，就拼呗。从竞技状态，包括对于之前一段这种训练，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效果。我觉得至少现在自己这种无论是技术状态还是身体状态，我觉得保持都还通过这个之前这个冬训保持的都还不错吧。尽管可能比赛是一个队内比赛，是个职工赛，但对我来说能够赢下一个冠军，就会比输了强嘛。对我来说，所以我觉得至少会增加自己信心嘛。